it'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about how design managed to not explain itself through the last 100 years. There was a point at which design was about form. Mid-century, in the last century, it was all about form. Then it became about form and content. So in other words, the designer became responsible for the message or for the function as well as the form. But now it's about how a designer can deal with a problem considering the form plus the content plus the context in which people have to address the solution over time. 在上集节目中，设计与思考影片的制作人杨玉修讲述了他为何想要拍摄一部关于设计思考的纪录片，我们应该要结合起来，然后都上升给你过去，以及他是如何邀请各领域的大师说服他们接受采访，认同我里面讲的一些话，就跟他讲啊，我想要拍这部电影，他说我没有时间给你。在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各种意外状况。思考，但是那时候导演他要讲的是设计。本期节目中，他将分享当时如何用创意的方式来募集资金。其实我们不可以忽视任何一个 idea。以及在拍片过程中所得到的珍贵收获，很棒的方式让那个 idea 可以继续转换下去。这部有机的、这个设计思考、系统思考，未来可能叫系统思考电影。在题材上是很有创意的，就是说你们发现你们拍摄过程就是募集资金跟放映的方式也是很特别，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整个想法？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当导演告诉我要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吓到的。就是啊，拍电影这关我什么事？但是我大概仔细的去想了两天，我觉得不错啊，他讲的有道理。我有这么多的资源还有想法，然后他有这个 skill， 这个结合很棒啊。我就告诉他我们要走。那时候刚好我要去纽约出差，然后我就大概自动延长那个一个礼拜的出差时间。然后我问他说：“你们要不要跟我去纽约？”你跟我去，我们就开始拍了。然后他们说：“好，要去。”那我很快的就写了大概8封的 email。我约了设定了8个人这样子。我收到7个肯定的回复，他们要给我访问。所以那是很好的 response。对。然后有一个很好玩，他最后问我说：“为什么没有找他？”真的，对我就说我写信给你，你都没有回，对，他漏了嘛，对，然后他反而觉得很抱歉 ，OK， 对，所以就没有再计较这样，我们后来变成很好的朋友 ，OK，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刚刚看到、纽约就开始了，对，这个 prototype 刚刚看到的这个影带就完成了，就是我们去纽约的成果哦，对，哇，那很短的时间呢，我刚刚看那个已经有电影的那个纪录片，很好的纪录片的框架的那种美感哈、我觉得都有那个对很成熟，对，那接下来呢，后来呢，所以继续这样下去，那募款呢？我很明显的知道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帮助资源资金了哈。那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副制作人就是也是跟我是在旧金山是同事，那个黄佑轩小姐，在我们有在做一些那个当地的就是创意产业的一些调查这样。调查。其实我们有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们有看到 Kickstarter 这个东西。我们就想说，反正我们已经有 prototype。那个黄佑轩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做用这个来尝试看看？对，那我就说好啊，那 let's try。OK。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prototype， 哇，就是这个两分钟的影带放上去，然后就开始募款。虽然说这个 Kickstarter 是一个募款网站，我想要就是在这边澄清一下，它其实是一个预购的平台。什么叫预购呢？一般来讲，我们在卖产品的时候是你产品做好，对，然后放在 shelf 上面，然后你要不要买，对，你要买你就买了。所以在那个产品之前，可能有很多的研发或者是很多的 work 很多的环节这样子去看到这个产品。可是这个 Kickstarter 这个平台呢，它很有趣哈，它是你先把产品或者是想象中的产品放在那边，然后你先买。那一年后或者是3个月之后，我再出货给你。OK， 对，所以它是一个预购的，不是募捐。所以它并不是募款，它基本上是一个预购。所以当时你们就很多人先买下你们的预购
这个他观看的权利了。对，预购权。对。哦 ，OK。所以我秀两分钟。多久的时间？大概花了多少时间找到这些资金，就预购？它里面有一个游戏规则哦，你必须要设定你自己的条件，比如说你自己开设定两个月，然后你要募款到10,000块。OK。所以你必须要在你设定的这个 requirement 的这个条件之下达到你的目标。OK。比如说两个月到了，然后你只有募到1,000块，那就不算，就下架了。就不算。那这1,000块要还人家吗？就不扣款。OK。对。就是说，你们大部分拍完这个，也许不是经过票，不是走真正的像走入戏院，或者是什么样的供应的方式，大部分都会就是大量的希望曝光在 YouTube 啊或者什么。可是到目前为止，你们是选择很尊重，我觉得很尊重自己了哈，尊重这部电影的方式。对。也希望大家来看的时候不是随意在 YouTube 上点一点看完就走，是很慎重要跟你们申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是还蛮有一种我说不上来，有一种敬意啦，蛮特别。谢谢。对，那这部电影在整个筹备一直到完成，你觉得你过程中你觉得困难，你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哪一个？老实说，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瓶颈，就是其实有一些关卡我们其实快分开了啦，就是算了，不放弃了。这样的。对啊，但是其实整体来讲还蛮顺的。很顺的话，就是我常常在很 critical 的时候我就会跳出来，就是请大家去放松，然后去放假这样。就不要再想了，就是 去 relax 一下，然后再回来。其实又可以继续。然后当他们在 relax 的时候，其实我会去 work something secret， 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募款就是不是很顺利嘛，就是大家都不知道。OK。对，然后我们在看这个募款的金额里面啊，可能我们总共募款到18,000多美金嘛，有一半呢是来自于大额投资人，就是。一次就捐3,000块，我知道。然后有可能有四个人捐了这么多钱给我们，然后大部分呢都是小额的投资人，就是一片 DVD 15块 ，OK， 或者是纯粹要给我们鼓励，这样给我们1块钱美金这样。总共我们有335个人捐钱，然后可是其中有四个呢，他们是大笔的资金 ，OK。那我在努力的部分就是这个大笔的资金的部分。了解了，这是身为一个 producer 的职责。对，很辛苦。那你最大的收获当然不会是那3,000块嘛，对不对？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3,000块，对，3,000块。就整个这个电影，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到现在了，今天为止，你回想起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如果很多事情啊，你有50%的把握，就你就应该要去 try， 这是第一个，就是要很勇敢， okay， 很勇敢，然后 courage，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能力有限，你必须要去跟别人 teamwork， 了解，然后你必须要很了解自己的能耐，然后你了解别人的能耐跟你的能耐结合起来，它的 power 是什么，这样子。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深入的去了解设计思考这个东西，就是学习到很多的观念这样。那么多大师哦，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大师你印象最深刻？有两个，一个是可口可乐的设计长，第二个是那个 Roger Martin， 能够用这个管理的这个面向，然后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他的同理心是很 amazing 的。I'd get comments back from our business leaders like, oh, I didn't realize those designers down on the 14th floor were so smart. They talk in the language of what is cool. They talk in the language of what is creative. You don't want to experiment. You don't want to try out new things. You want to execute on plan and on budget. Oh, this is about being more creative. Or they say, oh, well, now this is about more of an element of play. They've got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And, you know, and 10 years later, they are bigger than Time Warner. Well, you know what happened? Are they trying to replicate what's being done already? No, they're inventing the future.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what is an artist, a truly great artist, doing with the brief? Succeed or you're going to fail? Many, many large companies in the world will go and recruit straight out of, you know,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every year. The great companies in the world are not going and recruiting out of the great design schools. Different companies say they believe and they respect design and they understand design. They often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designers. They don't know what to make of them. Designers often scare them. 刚提到这个设计思考这件事情，那么多大师哦，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大师你印象最深刻？你觉得哇哦，对，都是大师，但是有没有这个大师的大师在里面？就我自己个人来讲，我最喜欢的有两个，一个是可口可乐的设计长，哦，可口可乐设计长，对，他提到转型这件事情，就是常常我们在想着说要转型，组织要转型，组织转型，企业转型，品牌啊，产品啊这些，对，那他提到就是说，你如果要转型，企业要转型啊，其实你就先转的应该就是你，你自己要转。OK， 你讲的是经营者吗？我自己个人。OK， 就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这是对每一个、okay. 每一个个人讲的话、okay. 就是说一个个体。对，你自己要转型，然后组织才能转型。When I first heard the term design thinking a few years ago, you know, after I read Tim Brown's book from IDEO,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term. We never, you know, uttered that word. I never heard it at Apple's design studio. My name is Vince Varon.I'm the head of design for Coca-Cola North America. Prior to joining Coca-Cola in 2006, I was with Apple full-time for 16 years. I've really on limited occasion avoided sort of dropping the Apple bomb, if you will, as to, you know, when I'm inside speaking about design and educating team members or young designers,I may give relevant examples, but I never say, this is how we did it at Apple. It led the design effort for one of, I think it was called the Flower Power, was the internal name for one of the iMacs, where it had the rear end of the iMac had an integrated graphic design of flowers or inspired from the 60s. And it wasn't a success. It lasted in the marketplace for 6 months. But you know what it really taught us about?In mold decoration, in form design, and material exploration. One of the stories I heard about how this particular design was sold in is that they prototyped it, and they just seeded it throughout the company. They would make 100 of them, they would just put them in conference rooms. So business, brand leaders, marketing leaders, they'd be like, oh, wow, that's great, why couldn't we do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what I'm most proud of, it, which was the design thinking led, is the way that we've developed the ADA user interface. We tested it at the Shepherd Spinal Cord Rehabilitation Center in Atlanta. It's an area where people have been unfortunate, been in a car accident, et cetera, or they've become handicapped because of an accident, from children to older adults. When they realized that we actually went through this extra effort to enable them to pour their own Coke, I truly got goosebumps. And it beat every interaction I had with, you know, Steve Jobs, Jonathan Ives, my great colleagues at Apple. Coca-Cola in a lot of countries is really viewed as a local company. And they have the love of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eir consumers. And that even in a way is design thinking, as the way Coca-Cola has chose to integrate into societies in over 200 countries. I have three different disciplines. You know, I started off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 then received my master's in business. And then I went back to get a master's in human factors design. 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if you can't reinvent yourself, you can't reinvent a team. 所以不可以就是说一直要求组织转型，可是自己却完全不动这样。Okay. 自己的改变，然后带动了组织的改变。是是，这是很珍贵。对，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那个 Roger Martin。Roger Martin， 嗯，他是那个多伦多的商学院的管理学院的院长。You try stuff,
That doesn't mean spending $1 billion trying something and having that fail. You have to think cleverly and say, how can I have the first try for a $10,000 investment? And that way, if it doesn't work out so well, that's not going to kill us. And so changing from, I have to wait and wait and wait and wait until I get it absolutely perfect and invest more and more and more time in getting it perfect, and then I'll show it to you. Mm-hmm. We want them to think, you know, I'm gonna go really early. I'm gonna say, I've just done some preliminary thinking. What do you think? Just, you can trash it if you want. Just tell me what you think, mm-hmm. and then do it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that I think ends up feeling very liberating to these students, who many of them are highly kind of analytically trained, and they've come from a world where they've got to get the right answer. Friends that I've known for so long, the designer couple, is they just never mind trying something. They just don't mind being wrong, having a bad idea, as long as that being wrongness and that bad idea helps them get the next stage of a good idea, and the next stage, and the next stage. 然后以他这么高的地位，然后来就是这么 prestigious 的管理人才，然后他可以用同理心的方式去理解设计这个东西，他知道管理呢是有很多纪律组成的，但是设计呢是必须要在这么多的就是你完全要跳出那个纪律的境界去重新思考这样，然后他能够用这个管理的这个面向，然后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他的同理心是很 amazing 的，对，所以得到很多精致哈，精致的那个精理哈，对，你听这么多大师，因为当然提到刚刚你提到是两个你认为是印象最深刻的，觉得最佩服的，但是他们整个集合起来就是这么多的访谈之后，你对你自己的设计思考，有没有什么新的领悟哦？不是理解，我讲领悟是一种。你觉得你的提升是什么？我有一个很棒的领悟，就是说你有很多的 idea， 然后你不知道这个 idea 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你可以去把你的 idea 讲出来，变成一个故事，然后比如说我跟主持人您讨论，然后你会给我很多的 feedback， 然后我的 idea 就会转到另外一个面向或者是另外一个 level， okay. Okay. 所以我的体悟呢，就是我们不可以忽视任何一个 idea，但是你应该要有一个很棒的方式，让那个 idea 可以继续转换下去这样子，然后它可以变成更多的 idea，或者是更好的 idea，然后这个 idea 呢是很多人一起 work out 出来的，透过人的连接，yes, 对，跟对谈跟 dialogue， 对对。对这部电影到现在获得了很多人，包括西方很多主流的设计界赞扬哈。你觉得它的关键在哪？它的影响力会是像涟漪一样，就是慢慢一直放大的，就是它是一个长远的、长远的电影。所以长远的电影，它就不可能像烟火一样，一发了就没了这样。I'm not absolutely not trying to say there's one way to think about design, or that design thinking is some sort of dominant idea in design. It's not. But it's a way of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world about how design can have more impact. Anybody that wants to walk between the two spaces needs to walk through the art gallery. And there's something there that's inspiring as well. Art inspires the entrepreneurs inspire the artists, and starting to connect that. Jump Associates is a strategy consulting firm, and we spend most of our time working with companies to solve highly ambiguous problems around growth. Now, here's a page, Carol, called the design problem. A process is a problem-solving journey. So, you know, when you think about things like design thinking, like, it all sounds new, but this is stuff that was created back in 1972. I think it's hard to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when you're sitting on a big purple ball, honestly. And so much of coming up with great ideas
is really about giving yourself the freedom to think crazy, to think wild, to not be constrained by what exists. 这部电影到现在获得了很多人，包括西方很多主流在设计界的赞扬哈。你觉得它的关键在哪？如果说我们不提这部影片是谁制作的，就是不提，完全是台湾的 team， 对，其实没有人看得出来。对，这是我很 surprise 的地方。对，它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其实是可能我这个四年哈在那边很用心的去 participate 当地的社会，然后。很积极的去跟很多人讨论，然后知道他们在想的是什么，他们在讲的是什么。然后我看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思考或者是 system thinking 这样子。system thinking。我只是就是把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体验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这个电影里面有讲到脚踏车店，然后讲到科学家，然后有一个创意产业的这种环境。我就是用这个设计。思考的这个议题，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元素就是串联起来。设计思考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讲了可能十年有了吧，但是好像也从来没有人说去把它整完起来串起来。对，我的状况是比较特殊，因为我在那边这个很有趣的时空环境，我有时候可以比较有时间去，就是在家庭跟工作，还有到。每个地方每个城市去看，然后在这么多的转换当中啊，我好像就是莫名其妙把不同领域的东西全部串起来。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面向，然后有时候他们是有共同的点，还有差，就是每一个不同的领域他们有分别的点。对啊，刚好我有体验到这么多的环节，那我就一个一个这样子串起来。原来它是 make sense 的。 对，它也可能来自于你的，我看起来就是你的生命的特质吧。就是你很柔软，然后也有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有一种特质能把没有什么观念又把别人的融进来，然后再反刍跟别人互动，然后就把它串起来，好像一个粘胶一样，有一种物质都收出来啊，融合大家的那个。对对对，你讲的力量。对对对，好像类似啦，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没有，这也是一个设计，就是。OK， 没比对人格设计这样。好，那我最后结论就是说，你拍摄完这个电影，那这部影片有发挥了一些影响力嘛？但是这个影响力有超过你的预期？可能我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从开始我就很有信心了。就是我们可以创造这样的影响力，然后。可是一方面我们导演一直很担心，就是没有办法有达到这样的境地，就是我想的是一个无形的影响力。然后他想的会是比较在 career 上面的 advancement。 对，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部分会有一点落差，但是其实那个是 OK 的。这个是他完成了嘛。对，比如说他就讲到说，我们电影影响力就是一直都很小，这样没有什么人知道。对，然后我就说，不会啊，不会。我觉得该知道人都知道了，对不对？对啊，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该知道人都知道。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举一个例子给他，就是那种 big hit， 就是很像放烟火，一放就没了。对。但是我们是长尾理论，就是长效的。对对对，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是，比如说从设计出发，然后。最近我收到了很多的 inquiry， 就是有一些商学院他们写信给我，然后说他们要开一个管理课程或商管或企管课程，然后呢他们想要在开这个课之前先播这个电影给所有的人看。来自一些很棒的很知名的就是美国的大学，他们写信来跟我 跟我讲，然后还跟他们要了他们的 curriculum， 他们说其实我们 curriculum 其实是跟你这个电影是完全 echo 的，是完全是同步的这样子。是。所以这边又有一些 open 的可能性这样。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它可以在未来的五年十年，就是它的影响力会是像涟漪一样，就是慢慢一直扩散。就是它是一个长远的电影，所以长远的电影它就不可能像烟火一样。一发了就没了，这样。对，很棒，很棒的分享。
不论你是否做得到，不管你的梦想 是什么，去做就对了。尽管放手去做，勇气之中自有天分，力量之中自有神奇。现在就开始吧。这是歌德在100多年前讲过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在杨玉修跟我们分享的故事中也得到了印证。我们谢谢玉修来到现场跟我们观众分享这么棒这么棒的一个题目哈。创意天下，我们下周再会。